周末假日，新竹一间知名游乐园在星期六涌进了不少的民众，许多游乐设施大排长龙的。原来是业者推出了优惠的活动，只要便装入园就可以买到399的门票。穿上红色连身衣，戴起面罩，民众敢搭最近最夯影集《鱿鱼游戏》的热潮，扮成剧中的士兵拍照打卡。还有人脸上画的一片惨白，带有血迹，变身成为女僵尸。把握好天气，许多民众出门踏青，更涌进新竹一间知名游乐园，因为只要便装入园，就能以优惠价格买到门票。会这样装扮过来的吗？对。它会有怎样的优惠？门票399。我们最特别吧？我们是开拍无场。就算没有那个特别票的优惠的话，我们还是会装扮，因为我们重视的是仪式感。即使万圣节已经过了，民众依旧开心变装，加上游乐园也配合五倍券和国旅券推出优惠活动，让不少游乐设施大排长龙。中午过后人就很多。对。今天是用什么消费？国旅券，三个人都免费，两大一小免费。会不会觉得今天人蛮多的？很多，多了蛮多万圣节的那个氛围。对，而且也蛮多拍照的东西。整个游乐设施的等候区都塞满了排队人潮，但也担心会再度爆发群聚感染，提醒民众出门还是要戴上口罩、勤洗手，才能玩得开心又安心。华视新闻金刚刘俊南庄明宪。